岛原浆啤酒保质期，原浆啤酒的保质期只有七天。原浆啤酒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、添加剂，不经过滤、不经灭活工序，保留鲜活的酵母的生啤酒原液。原浆啤酒因为含有一定量的活性酵母，呈现一定的浊度，酒体泡沫极其丰富，香气浓郁，口味新鲜纯正，风味独特，是啤酒家族中名副其实的超级液体面包。与其他啤酒最大的区别就是100%的麦芽发酵。原浆啤酒未经过处理，保留了发酵过程中的活性酵母。就因为原浆啤酒未经过过滤，它的口感让很多人喜欢。